产，动土大吉，业绩有故。画面上是过港路新建停车场开工，市长谢国梁主持开工典礼，议长童子伟跟多位市议员林恩典、林敏勋、陈冠宇、陈明健与暖暖区长陈如东、过港里长陈清池等贵宾都到场共襄盛举。市长谢国梁感谢议会支持编列预算，来纾解过港地区的停车问题。那未来呢，可提供包含升降车位将近60席，小型的停车位也有10个这个电动这个充电位在内的一个空间。那我们也增设安全监视设备、道路照明及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，提升停车场的服务水平。另外呢，我们完工启用后，可以纾解过港路沿线停车的问题。与会来宾共同祝福停车场工程顺利进行，市府表示也会继续向内政部争取提升道路品质公共环境改善计划，来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